这一棒打出去，哇塞啊，这个球带飞历史的时刻，哇，这个球是300轰，哇，各位观众，哇，我们在这个时候看到历史了，经过了职棒34年的历史，我们正式迎来了第一位300俱乐部的打者，而且是代打全垒打，大师兄林志胜。这个球场其实他是最熟悉的这个地方，我们在这个时候啊，见证到了300轰的打者出现，中华职棒正式进入到了有3字头俱乐部的超级大棒。